DWSR 榜，那那个解忧榜都是固定长的，这样会有一颗马达电子零件。那那个现在它的问题就是没有怠速，我们在讲的没有怠速就是发起来又马上熄火，就是发不起来。可是没有怠速的情况下都是要吹着油门才发得起来，那放手的时候又熄火。所以跟你们说，你们要简单的判断就是先检查引擎除外，先不要检查，先检查节流阀这一颗。你如果开电的时候它不会作动，可是你正常关电的时候它要会作动，可是这一颗没有作动。那我们里面刚好有另外一台修理的，拿来测试给你们看。不用吹油门，那我还是锁紧。先给他多开几次，多关几次。关掉它就会动。那货已经送来了，有，刚刚测试一下，开电跟关电，它是有作动的。发动后直接怠速稳定。
目前装新的产品上去，就代数就稳定了。所以如果发现没有怠速的话，这个部分就先摸看看有没有做动，没有做动就是坏掉了，这样就可以交车了。那我们也是帮客人试个车，看他停下来慢下来会不会熄火。那目前这样就不会熄火了，准备交车咯。那其实这一颗之前好像有帮他做过清洗，或者是去送经销商重新归零跟拔起来看有没有做动，可是弄好了一阵子，现在客人又回来，可是这一次是就直接判断就是没有做动，可能是锈的吧，所以才会直接叫一颗新的来换。那目前这样的话就没有问题。